YouTuber 艾丽莎莎先前公开了和男友的恋情，两人正在稳定交往中。他们之前就决定将位于万华的套房出售，并在去年7月高调买下江子翠4000万的新房，已经顺利入住新房。他昨天却透露新家发生突发状况，艾丽莎莎和男友凌晨12点打完羽球回家，不料准备开门时却发现电子锁坏了，试了数种方法都无法打开，也因为时间太晚没办法联系开锁匠求助。艾丽莎莎表示自己当时已经接近崩溃，无奈之下只能到新家附近寻找便宜的饭店暂住一晚。从她晒出的照片可以看到，男友一直陪在她身边，两人一早还到楼下咖啡馆边喝咖啡边吃早餐，可见他们的感情十分甜蜜，真是无意间撒了一波狗粮，直接闪瞎无数网友啊。Bye.